独白开场又迟到，小假遭男粉丝从后面强暴。啊，是发生什么事？慢动作再看一次。紧张啊！换个角度再看一次。小贾斯汀昨天在杜拜演唱会上遭疯狂男粉丝冲上台强暴，保镖立刻飞奔护驾拉下男粉丝，哎呦，三人挤成一团，把钢琴都给撞倒了。强暴小贾的男粉丝最后被保全给拖下台啦。小贾周末连两天在杜拜开唱，总共吸引30000迷妹掏8000元台币捧场啊！但他狗改不了吃屎啊，竟然两天都delay2小时，到了晚上10点才开唱。杜拜入夜还是30度高温，粉丝都快热晕了。好不容易等到小贾，结果他唱一首歌就下台休息，留下 DJ 撑场啊！家长都快气死啦，在推特上炮轰。明天还要上学，小贾你可以放尊重点吗？该不会粉丝等太久热晕头，才会冲上台从后面强暴偶像吧？苹果娱乐新闻，家长应该也很想冲上去哈，报道。